香港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走访香港和广东共有的时代印记，以真实的故事穿越古今，联系两地。港九独立大队实际上就是你香港人的子弟兵。我们大队牺牲了145个人。一连六集《香港沉重》，9月28日起，星期六下午6:20，港台电视31。